大家好，又来到 Happy 舒服娱乐教时间啊！很久没有拍片了，原来在忙功课啊，做科展什么的。好，那今天我做了一个结构十分复杂一个玩具。相信大家小时候，不管是大人小孩的话，应该现在也会玩。对，就是已经年代那个非常早的时候，有种东西大家一定看过，就是。它有一个夹子，然后你这样伸出去之后，然后你把它夹紧，它会这样抓住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如果你没抓住的话，再打开，然后再夹起来，然后再拉回来，你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拿回来。这个就是乐高做的机械手臂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它跟一个肌肉男一样。因为做这个东西，你可以知道一件事：科学家呢，对，就算他累死，他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捡东西、真吃东西，什么都有。反正就是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，你不能用手去动动它，你就是一定要机械什么东西的，反正就是用你发明出来的东西，用一切的办法，就不能用在你的手跟脚，你的身体都不能动到，只能用你的机械 magic。 那我们就开始示范。刚刚说过，科学家呢，就是你用尽一切方法，可是不能动到你的身体，要把一个东西弄起来，虽然是吃饭，你也要用机器弄起来。就算你手痒，你也不可以把那个钱包拿起来。所以呢，就运用到我们这个十分神奇的那个强壮肌肉的机械手臂。对，那真的很神奇。先示范一下，它可以上，还可以下。我看到虽然动作很慢，当然它也可以左。也许对你们那个方向来讲是右，但是说那你们的这个方向的话，就是往这边是左，然后刚那边是右。对，好，现在就要运用科学的方法，将这个神奇的牛皮包把它捡起来。开始，下，继续往下。压到底，确定一下 ，OK， 没有抓好的话就可以放开，重来，之后再夹起来，上升，当然，这要经过多次练习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科学呢就是要复杂，复杂还要好玩，对，往右。往右还不够，重点是你要把它放下来嘛，不然你永远拿不到它。好，现在要运用到刚刚的手法 ，down down down。如果是易碎品的话，当然就要好好放啊。你要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当作玻璃瓶来看，你就要把它放到地上，不然它如果你在空中放掉的话，它不是就破掉了吗？之后放开它，要好好对待它嘛，拿起来。up 之后合起来，找回你要的位置，动作缓慢。然后说吃饭要吃得慢，狼吞虎咽的话你可能就噎到，然后就挂点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你不能急，过于急的话效果可能就不好，像你可能就把这夹起来，还没夹起来的时候它可能就喷出去了，对吧？如果是花瓶的话怎么办？所以做人要慢慢 ，slowly。好，现在来介绍这台机器的简介。哇，夹起来，再放开，再吃下去，再放开。你看，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，科学 magic。它可以用里面带动外面，那它下面是固定的，然后它两边是用三个洞洞，然后来连接东西。然后这个呢，它可以这样，这个是用齿轮带动它之后。这就会转弯的，因为它动得比较慢，所以可能看不太清楚。它最主要就是左右移动，左右移动，再左右移动，然后这个滚轮就会一直转。因为它中间没有卡住东西，所以它不会说规定你到几度的时候就卡住，没办法再动。它是360度，你就算要转几圈，它都 OK，no problem。这对它也是小菜一碟，对，然后。还要用到我们的这个十字洞洞，
我们是用四个十字洞洞，你要说一边就是两个，两个十字洞洞中间交叉起来，看得到吗？这边交叉起来的地方，你看这样动，它就两个两个卡在一起，之后再一起动。然后这机器在动的时候，它下颚动，然后带动上颚，所以你会看到压下去之后，然后如果它还可以继续转化，当然就是这个再被这个压下去，再压下去，所以它可以这样动，还不错哦。我们用到三个马达，右边的这个呢是控制左右方向的，你看左右方向的话，这个是左右，后来它要往右动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个是上下的。所以呢，很特殊的是，我们这边看似是一根棒子穿过去，其实呢，它中间是分开的。它中间在这边的时候，这边是一根棍子，这边是一根棍子，这样才能控制两边。看清楚哦，你看哦，这边在动的时候，只有这个滚轮在动，这边的不会动。然后当这边的在动的时候，这边的滚轮不会动。所以就算摸着它也没关系，因为它不会动。我们这次还有用到直的跟横的齿轮啦，这个带动上面这个，然后之后这个跟着下面那个卡住一起转，所以是三个结合在一起，这是不是 magic？ 然后上面的结构比较复杂，因为它有用到一些机械零件。如果你想要做的话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它是个肌肉。健壮的一个机器人，因为为了要防止那些东西滑落，所以这个地方装了一个鳞片，应该算是鳞片，然后旁边也各装了一个怕从旁边滑掉，然后这样扣住，这样是不是很牢固？对，好，那么今天机械手臂的介绍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